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兽屋的 MSG 系列 MW57 单元编号31号的突击步枪速组的简单展示。本款产品呢官方定价是500日元啊，当然国内不可能更便宜啊，现在淘宝价应该是40-50块钱左右。包装上是一个简单的内容物展示，一共只有两块板件，15个零件。那我们简单看一下速组的效果。内容物就是一把 M4 系的步枪和一把 AK 系的步枪，两把枪都带有红外瞄准和倍镜，造型就是极其硬朗和真实系的写实风格，算得上是低配版的小小军备库吧。这边 AK 的这个红外瞄准是不可取下的，如果要取下的话就要拆分下来了，替换上面会比较麻烦。 AK 系的这个枪托可以折叠收纳，不过我个人可能更加喜欢这把 HK416 一些，主要是方正的造型在搭配模型的时候呢适用性更加广泛一些。这里本款产品的枪托呢也做了一个可调节的设计，并且这把枪的榴弹挂件呢拆分更加方便。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，要是这个弹夹也可以拆卸的话就更加完美了。得益于配件的拆卸系统，套件内也可以还原裸枪的样式。还有一种玩法呢，就是两把枪之间的配件可以互相对调。这款产品呢由于比例原因呢最好是对应6-7寸的人偶使用。这边用到的模特呢是兽屋的创彩少女系列，除了给兵人使用之外呢也可以适配兽屋的 FA 系列，这边使用的模特是兽屋的 FA 海盗弯刀。那么最后至于这款产品是否值得购买，就要看大家自己判断了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来日方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